吃了两号。交警等一下，交警都会自动停的。把交警等，把那个交警等。哎呦，车非常牛皮哦！哦，牛皮！飞飞，
气得很，哪儿的厕所？肺都在吸。风。螺旋不叫螺旋，螺旋飘。拿着深度。我不生产了，我飞高点了。那边顺风是吧？这边没事。哇！不是，你给我来一个特写吗？你先飞你的，我再拍那个苏尔机。哎，这个可以，两个飞机同框了。刘叔叔，这个你在录下我的。没电了。有电。我怎么飞机没卡？朝那边吹嘛！他这个你是平常啊，出闸板收费了，先扎人证。手拿不稳的哈，要帮修下洞哦，师傅。你没说错。太高了。
这个车子感觉比胖子灵活多了。低空，低空，低一点啊！最快就那么快。还是可以，这个因为这个飞机它翼展大的嘛，你阿凡提翼展好小哟，而且阿凡提没得翼尖儿，还紧有啊？那个低空低速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！那那个速度我感觉没拉很快。就是个。嗯。等到拉起来，多拉起来一下，多拉起来一下，稳住拉起来。让他自己快点，这是。这不要千万样，千万。飞低点啊，飞那么高球的意思啊。我怎么想的有一点点好像。哦，倒飞。太高了。这我觉得你飞的也是一个，还有一个正收起的一个。贴地那种，晓得不？这个飞机完全可以贴地。降高度啊！降高度啊！